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4集啊。前两天给大家做了 UTV 的那款尼洛啊，让我们呢想起了很多关于第四集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啊。刚好我前一阵子的话入了这个是变形金刚第四集快速变形的一个最终决战四体组合包，里头的话就是这个异色版本的 Optimus Prime， 还有这个铁块漂移，还有这个是 Gabazon 金破天。那先前的话呢，其实有很久以前有给大家做过这一款非常妙的这个 Drift， 这一款的话呢就先拿这个来做介绍好了。它是一个变形成是一个直升机的一个载具，它的载具其实我觉得也算挺好看，金属光泽也不赖。那它跟这个之前的单体的话呢好像没有什么配色上的不同啊。那么这一款的话有多妙，它就是一个变形，就按一下之后它就变形完成了啊，然后后面再推一下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人形跟直升机的形态的转变，非常非常的妙啊。虽然说脸整个是扁的，但是有模有样啊，可动性就是一个手可以动啊，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回味啊，小回忆啊，这个往这边推啊，然后这个往上面一压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载具跟人形的一个变化啊。再按一下的话又起来了啊，哎，我又跳进来了，我又跳出来了啊，绝对是非常精彩非常妙的一款这个一键变形的一个玩具，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了啊。那再来的话呢给大家讲这个的话，以前也给大家做过它的一个原色版本，那这是一个火焰配色的版本。那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呢有一点点奇怪啊，不知道是不是在里头放太久了，它这个你看它有一个弹性啊，扣不回去，这里理论上是要扣起来的。那这一款的载具呢基本上是比较凄惨的啊，手臂啊是完全露在后面，它那个变形是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啊主要是靠这个地方的卡扣啊，从这按下去啊，它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OP 的这个人形跟车型的一个展示啊，也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就变形完了啊，就跟变形金刚后面两集的变形速度是一样的啊，越来越不会那么样的一个精细啊，而且还是只有局部变形给你看而已啊。那么这个的话一样啊，这个这样把它给推下去啊，到这里它主要是两个地方先扣起来之后呢，再把这个地方倒钩给卡进去，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车形态的一个变形了啊。那么那第四集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喜欢，但是我对它的剧情很喜欢，而且我记得我当时是十几个朋友一块去看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回忆的。那么这三角龙的话呢，它有一个地方可动在这里，那还有一个地方就尾部了啊。玩具还挺扎实挺结实的啊，那体型大概跟第一集也差不了多少。它的变形就从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拨开来啊，就一样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人形跟这个兽形的一个变形。比较可惜是这个可动还是一样很悲催啊，就这里能动，其他原则上都算卡死吧啊。然后头盔的话做的还挺漂亮啊，这个形状啊没有问题。那它的一个变成龙的话也是有点意思啊，你可以首先摆这样，然后从这个地方掰过去啊，哎，一瞬间的变形完了啊。你看手掌这样，你看我的手这样一掰啊过去，哎，我变形完成了，哎，再手一掰，哎，又变回来了啊，嗯。有没有很疗愈？当然是非常疗愈的啊，好玩啊。然后的话这个是 Gabazon 车型的话呢，对，果然是官方的强项啊，你看看啊，一点点的这个缝隙几乎都没有啊。它后面有一个这个机关啊，你不按下去也是可以强行变，但是你按下去它会比较顺畅啊。它的变是按下去之后啊，一个逆时针的一个转动啊，这样子过来，这个 Gabazon 就变形完成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孔洞，那这个狂派的标志印在里头啊，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它应该是没有狂派标志的啊。这个时候为什么狂派标志突然跑出来，这个刷存在感啊，没有其他可动啊，只有手臂能够往前动。它的一个变形主要是靠旋转后面这一块啊，那这个地方要按下去了，它才能够做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回转，就是靠转动这个关节把它给变形完成，按下去啊，转动一下它就自动解开啊，这样拿起来啊，两脚也会自动撑开，这个就是我们这款 Gabazon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讲到 Gabazon 我就加码讲一下，这款比较稀有啊，这个也是算是能量金爆破系列吧。这款的配色各位也可以看到了，非常的沙啊，很暗沉啊，然后翻到后面看是各种空洞没错，还有门扳手，但是正面是绝对很有霸气的啊。然后还有一个联动机关，从这按下去啊，这个地方是会凸出来的啊。但是我这一款可能太久没有玩还是怎么样，还会有点卡弹啊，比较可惜。我记得当年的，我记得我当年的这个伸缩是比这个强很多，现在稍微有点卡弹啊。行吧，然后一键变形系列啊，
这个我个人是喜欢这些简单的小玩具的啊。那我不知道各位你是怎么看？那我就在这个逆时针的，就把它给逆时针吧。我记得是逆时针，顺时针，顺时针是并回车啊。OK，转回去啊。好吧，那好玩啊。顺便再讲这个好了，这个也是一个一键变形，这个是当年的一个 Drive 的这一款变形，是真的是也是非常有趣啊。从这个地方掰开啊，OK，那我们变形完成了啊。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水这一集啊。快速简单的分享几个小玩具，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